呦，王敏就来了，啊，就是在北京吃的饭，这一电话私人飞机安排好，就是大连飞来了。大家想想啊，这下午5点钟说的啊，7、8点钟王敏飞到北京了，到餐厅来喝酒来了，啊，所以杨澜啊就给王敏之间折腾的官儿啊，帮助这个王敏是个天大的，就是个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当官的，那就是小白兔啊，被人家利用的。杨澜跟他之间，就杨澜子宫手术啊，切手术啊，这个王敏书记也进行了多次关怀呀，啊，问寒问暖呐，啊，借到北京开会之机，还到协和医院亲自去看望，啊，你可见杨澜当时在江家，啊，这个王敏曾经跟他身边人说，你们可不要惹，就是反对他见杨澜和吴征的人啊。王敏在电话上亲自告诉他，你可不要电话上这个骂吴征和杨澜啊，你不要惹他俩呀。他俩是唯一一个到江家就像回自己家那么方便的人，